现在也有40多年了。最早创始人是我老公公，他原来从食品站里杀猪、吊猪，就煮这些煮好的东西，煮好的熟食。这儿有一个什么长汤，长汤始祖的牌子是？对对，长汤始祖。铁皮屋，从路北的，然后路北的加油站里，我铁皮屋。当时呢，猪肠子没谁吃，直接都是扔开。那个内脏之类的，谁吃啊？再说这个内脏你处理不好的话，那还有一股脏腥的味儿。当时那个老公公就把猪肠拿家的小饭的小饭馆儿来了，坐上场开始自己研究自己研发。坐上场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人很少，慢慢的这个人气越聚越多。到现在也是家常四大名吃，其中名吃，包括咱镇上现在很多饭店把自己的饭店的名都改成长汤馆了，带动大家共同发财。现在这长汤是咋卖的？长汤有15、24、30的，分票肠子、老汤。那等于是恁家这个这么大的饭店也是靠这个长汤撑起来的？主要是靠长汤，京津周边的吧，京津周边的现在都有车都方便，开车给兜风的呀，你开个那。180里的话都给玩的呀，有的来了吃了一顿饭，喝完汤喝完酒之后，他们的话了都不够这一路的油钱，都不够车上的油钱。你们不是本地人吗？本地人，俺们倔的。你们这么早就来吃了？就跑到家乡来吃吧。啊，俺就听说这儿长汤，长汤不错，所以咱们来吃吃的。现在是早上的10:10啊，然后顾客就好多了。其实他这个餐馆是中午营业的，我看你们这儿早上的有人吃的饭的人挺多的啊。还行吧，啊，9点之后基本上喝上汤、炒菜和小菜基本上都出来了。哦，那其实是中餐哈、啊，但是早上也好多人，我看。对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什么都有。有时进厨房切菜拿一刀，有时招呼着哈，是当服务员打扫卫生、撤餐具、刷盘子、刷碗，然后写个好听的名给我。所以这是顾客看着你漂亮，给你起的长汤西施的。主要是能干。啊，主要是能干啊！我自己都承认我自己能干。啊，自己都承认自己能干。是，干餐饮比较辛苦，特别是像俺那种夫妻店，真是像他们说的，妻里比鸡晚。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，真累。现在这个饭店挺大的啊。现在还行吧，要3亩多地。3亩多地？对。哦，后边大啊。对。他家这个菜是看菜点菜，所有的菜都是铺到这儿，然后顾客直接来了，他要什么菜再直接做。这一共出的有多少种菜啊？一共有点炒的，加凉拌的，加炖煮的，一点都有吧。哦，这一餐能买完不能？到晚上基本上全光，手中也买了点牛包，对，腰子吗？牛外腰，也是牛外腰。哦，杂草是野菜吗？杂草是对，咱河里面的野草。哦，河里边那种草。哦，俺那儿也有。对。怕啥？我看你自己过来，冻起来自己摸来，俺不送来，这个送30，那个送20的都存起来。哦，我是野生的。是吧？我今天是男的，这边的手啊。马上来接。
了。哎，这一盘的分量怪多啊。啊，对。这菜量挺大。这个大肠汤呢，是先把卤煮好的大肠，先煸炒，经过加工、细加工，先用那个放上葱姜煸炒一下，把里边的油煸出来，然后放入高汤，加入一些高汤，再煮至半个多小时。到一个小时之间，然后再添加我们本店秘制的一种调料，然后再加入粉条，这种大肠汤就可以了。他们家这个还有一个专门的长汤停车场啊，慕名而来，慕名而来的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特别好吃哈，本地的哈，经常来这儿喝吗？挺行的，这家有名哈，对对对，这家有名。这里是嘉祥县的纸坊镇啊，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个特别出名的这个小吃，叫做大肠汤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镇上，就看到有好几家特别大的饭店，上面都写的大肠汤。但是这一家大肠汤呢，就是在当地属于肠汤始祖，就是老板就是大肠汤的创始人啊。但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，现在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在接手这家店。他这个大肠汤是用卤制好的大肠先煸炒一下，把油煸炒出来以后呢，最后加高汤，最后做的时候就放粉条。这一碗大肠汤里边就是大肠、粉条还有高汤。先喝一口汤，它这个肠汤喝起来是比较清爽的，里边放的有胡椒和醋。一提起大肠啊，就是有的人觉得它是就是比较重口味的，因为肠子本身它有肠臭味，或者是那种比较腥的味道，但是它这个大肠处理的是特别的干净的，可以看到是一点油都没有的。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店啊，但是在当地呢，这家特别的有名，就是老板被誉为肠汤西施，也是长得非常漂亮。他们家其实是一个土菜馆店啊，是以肠汤为命名的。这个饭店也特别大，占地就有三亩。这个猪蹄煮的也特别的浪乎，比较入味儿。鸡胗煮鹌鹑蛋儿，他们家的这个不是只有肠汤出名的，所有的菜也很好吃，而且量特别大。我们要的是小份的，它大份的这一盘有这么大，特别实惠。那你不尝一尝吧？